什么是生活的意义？我受过了谎言、蝇营狗苟和世俗的丑陋，我好空间开始向往那些离我们远去的年代。黄总，同理集团的于总到了。黄总，最近忙什么呢？你有事吗？别碰我琴。至于吗？不就是一把破吉他。黄总，咱们这次的合作项目能成吧？只要能成，我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我会考虑的，没什么事儿就先请回吧。你咋办了？截下图。不太行哈。爱情真的就像母亲的名字珍珠一样，美好中带着倔强的坚持。王母今天开会，看我好几眼了。哎呀，真太帅了！你看错了好吧？他刚刚明明一直盯着我看呢。哎，你看黄总，哇，他看我了，妈，好帅啊！太帅了！今天的我们怎么好像活得完全没有了灵魂呢？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那我俩就是不能要了。对啊。黄总，黄总，这份合同您签一下。你觉得什么才是美？啊？哦，没事。跟你说个诚意。演唱会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演唱会中呢，就是有很多人会看了这个我演唱会的这个视频啊，会去评价，就是说，这个是状态什么样的，或者歌唱的好不好。有的人会说好，就会说不好，然后我也会从当中去看，就他们直接提的意见，我就会去试试去调整，许多年之后，为了梦想，为了目标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我希望在很多年之后，我还能继续看到你们。我希望永远看到你们。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？黄总，去云霄山的票给您订好了。好啊，谢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有事我打电话吧。